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amuel Levener. 我是水晶老师，欢迎回来。今天的段考追分主题讲堂，今天在这一堂课要提到的就是不定词跟动名词段考以及会考的精华。然后要讲的是下集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的话，记得赶快去看，因为这对于你的段考跟会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就准备开始。<noise>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题，这边呢，其实要考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在第一堂课，也就是上集的时候有说过，当你在英文里面，特别是国中阶段，你看到介系词，如果它后面需要一个动作的话，就要以 ing 的形式来呈现。那这一题呢，它要稍微难一点点呢、哦，因为它考的是 lie 这个字，考的是。 对某人说谎，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lie to。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他说，Vivian did something bad，他做了一些坏事。She is sorry for it。所以，你可以先稍微背一下这个片语，be sorry for it, 就对一点点点感到很抱歉。好，什么呢？Her mom。 所以这边我们先把没有 ing 的就先删掉，然后对妈妈说谎，she is sorry for lying to her mom。因此这一题答案猪就出现了。再来看到下面的第二题，这个 candy hates。我们之前有提过，或者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有讲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性的动作啊，比如说恨、love 啊喜欢，后面加上 to be。 或者是 ing 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先不看选项的情况下，要知道这两个概念。那我们就先把最不符合的就先删掉。老师是建议你不符合就删掉。所以这边 mop 它直接原地出现不行，然后 ed 也不行，is mopping 也不行。这一题超级简单的，Candy hates mopping the stairs and taking out the trash。好，他痛恨这两件事情。 这边是 mopping the stairs，就是拖楼梯，然后再再来讨厌的事情就是倒垃圾。B 选上去，接着往上啊，往下看这个第三题，他叫什么名字？Fatina is busy。哦，我这边的线忘记加了，难怪找不出来。Some of the car in front of the house that's call her later。所以他现在忙着做某件事情。 那这边的一个重点就是 be busy 后面加 i n g，因此答案就出现了。好，就把 B 放上来。再来看到第四题，这边是 practicing。那这一题也是老师有跟你们提到的一个重点题型啊。首先先看到这边，很明显是一个动名词当主词，只是你这个动名词呢前面先出现了 practice。 我们也背过 practice 后面如果要在动作的话就是 ing，所以我就先把有 ing 的先把它找出来。这也是老师在教课的过程中会发现同学常常错这一个 practicing playing basketball every day。好，再来就是动名词当主词，后方的动作就是为单数。像是老师近期已经有帮同学做完所有。 不定词以及动名词最陷阱的内容了。那如果你再搭配了 G 布老师额外帮你们录的影片，相信你的段考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往下的第五题又来了这种题型。其实我们在这边列了这么多题目、哦，在真正的段考 or 会考其实就是出现个段考可能就是三四题，那会考就是一题。 看到接续词，I'm really tired of，所以这边有个片语 be tired of。我们在第五册的时候会学到情绪性的动作，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要去背，比如说 be tired of 叫做很厌烦、很厌倦。就先把有 ing 的先找出来，所以我剩下 A 跟 C 这个选项，然后再来这边，这边多了一个六，把它划掉。我这边是要在一个格子，因为打字的时候。 他会跑板呢、啊。I'm really tired of doing the same things。好，很厌倦做重复的事情，做同样的事情。That 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答案就选 C。同时考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叫祈使句后面加原形动词的概念。And 第六题，一样、哦，你看到像是像是在动名词、不定词里面这个 stopped。 它后面加上 to V R，这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说过，后面加上 I N G，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这边老师呢，还是稍微跟你讲一下，stopped to V R 就是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去做。所以老师在课堂上都会写说，哦，停止一去做二。那那个一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那再来下面的是停止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当下马上就。 停止，还有这个 Mr. Chen is coming，怎么样呢？We need quiet, or he will be angry 這。这边的 need to be are，就先把你熟悉的先找出来，所以我这边先把它删掉，然后再来就是假设这个是一个陈老师好了，那他要来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到底是停止去说话？ 比如说，停！你原本在读书，我说不要读了，赶快去说话，还是停止说话这个动作，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一题 A，stop talking，不要说话。再来第七题，他说这一题是怎么样？这一题是 it 当虚主词，那 it 当虚主词，他的朋友呢？不定词，我先把它放进来。So it's very nice of you，什么 me？Thank you so much for，好，这边是 for，所以 for 后面 ing。

But we didn't go there. Some other typhoon. 因此你看到 plan 后面加 to v2，所以我先把有 to v r 的先找到，然后这个删掉，这个删掉。老师这样的速度应该是不会太快了。好，这边是名词，那考的是因为对吧？考的是因为。那这一题是什么？我们原本是计划要去钓鱼，所以是 go plan to go 好。好，go fishing。 But we didn't go there，所以有 two 的有谁？有这个有这个，可是他这边 because 它后面要加句子，所以他也不合理，所以答案选 C，这样就出现了。再来第九个，Is the concert this Saturday？啊，是不是这个礼拜六？Yes，I can't wait。那这边是固定的片语，迫不及待，应该是这样写，迫，不，及待。好，Maybe 哦，迫不及待。好 maybe I can't wait to see my favorite singers，所以答案选 C。接着我们看到第十题，第十题它说什么东西 o u t your homework into the school bag before you go to bed。先看到这一句，这一句看起来应该是在要求你，or 命令你做一件事情，所以就会回到国一的祈使句，原形动词开头。那这里它用到的动作是 put 这个单字。 好，所以祈使句原形动词开头，把所有的作业放到书包，然后睡觉前。因为看到这个 it，它是 it 做虚主词，朋友，好朋友叫做不定词，所以首先先找到原形动词，先打勾勾，然后再来找到有不定词的，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答案选 B。再来我们往下看到第十一个。 这个呢，就是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跟你说过，这个 want 中间可以安插一个受词，再接不定词，就是想要某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好，再来看到需要的选项，因为它是 want，所以我们就先把有 ing 的先删掉。这里呢，先看到 my mom wanted me to water the flowers，妈妈要我去，想要我去浇浇花。 But I forgot。看到这个 forgot，它一样有两种，一个是加上不定词，一个是加上 ing，它的意思都不太一样。For example，如果你是加 forgot to do something，就是忘记去做，代表未做；如果你是 forgot 加 ing，就是忘记做过，但是已做。所以这里是妈妈叫你去浇花，但是你忘记去做，那么答案很明显的就是选 A 出现。 再来最后一题，十二题，看到这个 spends，我们在之后的第三次段考的课程也会跟你提到这种类型的动词叫做花费动词。只是我们在考动名词的时候也会有提到，像这样子的 v one 后面一定是加上 ing。那这一题答案就选 C，这个就是有背就有分了、哦。Jojo jo 他 spends two hours studying English every night，OK、okay、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动名词跟不定词在段考里面偶尔你可以用在会考的复习会出现的一些精华的考题。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记得加入下方的群组。没有问题的话，就下次再见了，拜拜。